对，它就有两个颜色，而且我觉得它超像韩货的，真的。我觉得它的字型的设计、它的排版、跟它的材质都很像韩货，它摸起来很舒服，就是这种棉质的，薄料的棉质，大大件的，对，大大件的，然后它也是长版的，我157是可以盖屁股的，然后它就是基本的黑跟白，所以。我觉得有点难抉择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洗衣服的人，穿黑色，穿黑色，对啊，就没有压力啊。嗯，我这样子说起来，这样白色哦，白很好看耶，就很帅耶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搭马裤也会很好看，再搭个西装外套，哇，超时髦。然后它的字也是这种大大的，然后胶印，然后还有露白边，我觉得蛮复古的，很可爱。我觉得黑色比较个性一点，白色我觉得是比较休闲嘛，比较休闲一点，就是你可以穿出很像运动感觉。而且白色它非常适合打底啊，对。热，然后吃火锅，然后脱掉里面还有图案。对，它长度够长，然后它袖口也不会做超级连袖那种，所以一般这种会卡在那边。对对，那种连袖大T都可以完美的这样子住在外面。白色很适合当内衬的，够注意。而且这个白啊，它是那种冷白、纯白，所以它会帅，是因为它就是纯白呀。即刻，对，它不是米白色，它没有偏黄，没有偏奶油。而且袖子就是挺长的，对，它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撑住它，对啊，因为怕它整个就是盖住你的手。也蛮长的，大大件，对，大大件。男友要穿可以穿吗？可以，好像可以哦，因为它没有很落肩。它其实也蛮快，对吧？